信义乡东埔村一林的布隆族部落，因为位置偏远，加上属于玉山国家公园的管理范围，近十年来部落不管是伫整体建设，也是经济发展条件，拢无明显的进步甲投入。但都因为国家公园管理法的严格限制，即马连基本的基础品质拢无法度改善，互当地居民是无奈个困扰。你看，买衣服都是十几个人，有的快20个人，房子都那么小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不能盖房子啊，都禁止盖房子。你看，到现在你看要住什么？你看，大小都是有的睡床上，有的睡那个客厅，就是这样子、啊。布隆族传统就是习惯一家人大做伙，少年一辈真近的新厝，也拢会起伫老家边啊。虽然有关处表示旧厝会当翻修，也会当起三层楼，但面对长期被限制的部落现况，居民认为因基本的生活甲经济条件无法度改善，有关处的回应实在是真无意义。在东埔的地方，跟外面的农地的管制都一样的，哦，他如果要盖农舍也是可以，就是说按比例，哦，也是要照现行的规定，你要2500米平方才可以去盖民宿，啊，最大面积也跟外面是一样的。那他如果是建地的话，他也可以盖房子啊，啊，建地他旧房子可以翻修，哦，盖3层楼，啊，这个都跟一般的农地管制都差不多。这个部落应该要放开放，就是说他的土地、建地，还有他的田地，哦，如何？因为目前就是，现在兄弟，哦，已经分家，该分家了。分家的时候，有时候没有地方去住，而且他的生活啊，房子都环境都不太好。那我一直希望说，国家公园能够把这个建地可以挪用到田地这个区块啊，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，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能够改善。内政部长陈伟仁已经提出要将国家公园限制放宽的计划，并在无修改国家公园法条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开放，甚至会当接受企业财团来进行商业性的发展。东埔部落居民知影了后，是真不住怨叹，是安怎财团甲当地居民同款伫国家公园法律规定范围内，太久就会当差遐尼济。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。